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感谢主，今天能够在这个安息日学，继续的学习主的话语。愿主的圣灵藉着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季度，尽管重复了很多次，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做主的管家，直到主来。这是很重要的一课。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第八课，有学科的可以打开第61面。而今天的题目呢，是为成功规划。大家想几个重要的字，一个是规划，但有没有规划？另外呢，是规划成功还是失败？什么原因？如何去解决？这很重要。我们再把这个存心节再读一次，这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3-24节。这里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时常觉得，存心节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这里说，无论做什么，不论大事小事，不论是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自己的事、其他人的事、教会的事、社会上的事，无论做什么，无论。但我们人呢，常常有论啊，如果是大事，我愿意做我的事情啊，或者极力的去做。如果小的事情呢，其他人的事情呢，有的时候就疏忽了。这里说无论做什么，这里说都要从心里做。我们知道做事情往往是什么？用手，对吧？手是代表做事情的。但是重要的是，这就是从心里做，手所做的，有的时候就是心里所愿意的，啊，心里所这个催促你的，或者激励你。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手所做的不一定从心里做起，哎呀，无可奈何，不得已，或者人家一定要我做。或者甚至于我们为了怎么样啊，为了人家的赞赏，为了人家的肯定，甚至为了人家的赏识，甚至为了自己往上爬，要从心里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圣经保罗讲，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个很重要。我们做事情侍奉什么啊？那雇员说，我就是服侍老板了啊。侍奉那是主基督，我们不是为人做，讨好人，或者是无可奈何的服从他的命令。我们所侍奉的是主基督，这个非常重要，对不对？连在教会里面也好，我们不是为了哎呀上进的聚会啊等等，是侍奉主基督啊，是给主做的。所以耶稣说，在大事上忠心，在小事上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不义，小事上也不义。所以我们不认识大事小事，如果觉得是为主做的，我们所侍奉的是主，
那么我们就要从心里做起啊，心里做起啊，而且呢，这样做呢，也一定会得着基督里面的一个赏赐啊。这里说，必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基业什么？我们不是为了表面的成功啊而欢欣鼓舞得不得了，或者为了表面的失败而感觉到挫折而感觉到灰心丧胆。不，我们如果不认识做什么，从心里做起，是为主做事，侍奉主，总归会有基业的赏赐。因为上帝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的，啊，我们有没有从心里存着一个侍奉主，存着为主做，那么不认在世界上人肯定不肯定，认可不认可，甚至接受不接受，有的时候为了主的国主的义还要承受一些刁难逼迫，被人藐视都可能，但不要紧啊。所以这节圣经也是非常的宝贵，格罗西书第三章啊，23-24节、哦、好了，那么学科的作者啊，61面就说，大多数人都想过所谓成功的幸福的生活，人当然不希望失败，那么希望成功。当然，他说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悲剧和灾难随时都可能临到发生，所以这个目标呢，并不是很容易实现的。你说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成功吗？不，可能失败的多过成功的啊。这个啊，一度人家说啊，我们都下海了，这个做生意了，发财了，能够出头的、浮上来的毕竟少，沉下去的更多，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运动上也是这样，对不对？个个都是冠军嘛，不可能，对不对？冠军只有一个，嗯。那有的时候我不是冠军嘛，我是亚军或者殿军，但是被淘汰的更多。那么学科的作者又进一步的说，是的，我们都想成功，但是在今天世界并不容易。但更重要的是说，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成功的定义？什么叫成功？坦率的讲，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上帝的看法也不一样。可能世界认为成功的，上帝认为是失败。可能世界认为失败的，在上帝看为成功，对不对？但同样的，对不对？正像很多人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我们基督徒讲，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救赎，是上帝的大能。但世界上人怎么看？败了，失败了，甚至有所谓的神学家讲，耶稣钉十字架根本就是失败，对不对？还什么救赎，是很危险。所以学科的作者非但让我们第一意识到，成功在今天的世界不是很容易的，也不是各个人都可能，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成功，对不对？那么学科作者提两个，他说如果我们从圣经看，那约瑟是一个成功的人，对吧？从一个小青年到后来被兄弟出卖等等啊，做奴隶、做奴仆、坐牢，最后成为当时世界的大国埃及的宰相。从人看来，他肯定是成功了，对不对？不错。
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讲，有上帝与他同在，他的心中有美好的灵啊。但是学科作者又说，施洗约翰呢？你说成功不成功啊？哇，我就想，施洗约翰从怎么样？从母腹里面就是被圣灵充满的。他的名字也不是一般人取的，对不对？是上天所给的。圣经说有一句话说，哇，这个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6节，这里说怎么样？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这个是在他在母腹的时候，人家就这样讲，对吧？在他出生以后，刚刚出生，人就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呢？嗯，大家都知道，施洗约翰最后是为主殉道，为了坚持正义啊，为了指责罪恶，被一个可以说是淫妇啊，希洛底和他的女儿，以及那个无道的希律王所杀害的。那么你说施洗约翰成功还失败？从人看来当然失败了。哎呀，你为什么要去指责这个君王啊？为什么这个那个？但耶稣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得过约翰的。你们出去不是看风吹动的芦苇两头倒的啊，也不是看纨绔子弟啊，自己吃喝玩乐追求享不，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到底什么是成功？世界跟上帝看法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讲到约瑟，他的名字本身叫啊 increaser， 就是增加，不断的增加。但是这个不是他一开始就这样，对不对？上帝有更好的计划啊。我们今天讲到规划，规划。我很喜欢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指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约瑟开始撒旦一定怎么样试探他，你来算了，做个梦什么一步一步。其实你看，你被兄弟出卖啊，被你的祖母所陷害啊，又被你的朋友所忘怀冷落，增加吧。你从人看来是减少减少减少啊，本来成为家里的一个很幸福的孩子，后来成为奴仆，再成为一个囚犯，从人看的是减减减，但是约瑟的名字加加加啊，他后来非但是做了埃及的宰相，他有妻子有孩子，对不对？哦，他说上帝使我忘记一切的痛苦，上帝使我在苦难当中能够增加，能够发展，能够壮大。所以约瑟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啊。Increaser， 那么约翰的名字叫什么呢？约翰的名字是 Gift of God， 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恩赐，杀头也上帝恩赐。但耶稣怎么讲？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得过施洗约翰，他是耶稣基督的先锋啊，为主预备道路，引领更多人来救基督。好了，这个我常常喜欢在学科的一开始的时候就从第一面啊，我写下了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感想。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为成功规划。我也常在想，创世纪第一章就是一个很有规划的，对不对？第一天怎么样，第二天怎么样，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上帝，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留学的时候也知道，现在非常热门的一门课叫管理学 Master 啊 Master 什么硕士啊，管理的，工商管理啊，行政管理啊等等。其实上帝是最有规划的，上帝能够在一天里面完全造成这个世界，能甚至上帝一小时也可以，一分钟也可以，上帝是全能的上帝。那上帝为什么要七天呢？而且一天、两天、三天，一步一步呢？上帝有规划，上帝知道这个地球世界上面人将来要既要工作要休息，六天要劳动修理看守，甚至没有犯罪的时候，第七天要安息，要敬拜，要感恩，要享受，要得到力量，尤其上帝安排的多好，第六天造人，第七天先安息，先来到他面前领受福分恩惠力量，然后再投入工作生活学习。上帝有计划，上帝自己不会疲倦，上帝知道人将来是这样，需要劳逸结合，有规划，有规划。那今天人对上帝的计划怎么看呢？又怎么遵守呢？以至今天世界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当然，我们这一个季度都是集中在讲经济的问题啊，财富的问题。那么其实有计划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没有计划，我们等会都会讲到关于经济上的问题、财产上的问题啊。但是时间如何呢？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抓紧时间，今天中国的古语已经成为讽刺，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今天人有的时候把这个时间就尽量的流失了，哇，一小时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哎，又过了又过了。成功吗？有什么成功呢？有的时候连世界的成功都达不到，更加不要说按照上帝旨意的成功。所以光阴也要计划，对不对？我今天应当做什么啊？我这个月应当完成什么？我今年应当啊能够建立什么？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如果没有计划，就是杂乱无章啊，或者不分轻重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有的时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规划是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千万尽管这一季度着重是讲钱财的管理规划，但是也要想到有比钱财更重要的啊，比如说光阴啊等等，好吧。好了，我就把我看到这个的题目的时候一些感想先总的分享一下。好了，大家看62年，哎，刚刚我已经提了重要的事先办。世界上确实事情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急有晚，轻重缓急一定要抓住，这就是规划，这就是成功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这方面不重视，那就会有成功之好小小的成功，对不对？
甚至造成很大的失败。好了，六十二面讲这个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啊，这句话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因为传道书一共十二章是智慧人所罗门人生的经验的一个反省总结。他说应当趁着年幼纪念创造你的主。下面有三个字，我做过一个讲题，不要等啊。有人说早了早了，我现在还只有十岁，我就记得我对我的孩子跟他讲，我还不到十岁，一会儿一转眼我还不到二十岁。如果是这样就不要，有的事情跟我们的年龄跟我们的体力都很有关系，但是尤其在灵性上怎么样，应当趁着年幼智慧人家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我们做教牧人员有的时候有这个经验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替老年人世界，老年人说哎呀我为什么啊不早点能够接受主，我的生活可能就不一样，我的心灵也更不一样。但是我们也确实遇到过劝一些人啊能够信主能够接受的，哎等等等等等等，慢点慢点，我现在还年轻，因为心里是说我现在还在世界上还没有吃喝玩乐还没有够，等到我年老力衰了啊，牙齿掉了吃不动了，那我可以我可以啊，耳朵也不大好了，可以可以听听。不要等不要等，何况到底明天和意外哪个来得快我们不知道，好吧。所以这里说重要的是要先办啊，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啊，也是智慧人所写的，教养孩童啊，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今天很多父母最要抓的就是读书啦读书啦啊啊，不读好书将来没有好工作没有好的收入等等等，忘记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对吧？最重要。那么学科里面提到我们在世界上要吃吧，当然要吃，不吃怎么能够活，但是我们不是为吃而活，是为活而吃。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个吃什么穿什么而忧虑，这些事情你们天父都知道，甚至父母都知道，儿女有什么需要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不等于不可以求，对不对？我上次讲过主教导的祷告文里面先是三个愿望，愿万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然后可以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包括我们身体的需用，包括我们灵粮的供给，都求主赐，可以求主赐先后，一定要掌握，好吧，一定要掌握。那么这个创世纪啊，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这里面就提到怎么样雅各的经历，雅各的经历。那么我们说雅各由于想得到名啊利啊啊等等，结果欺骗了哥哥，欺骗了他的父亲，差一点遭到以扫的杀害。我篱笆家人快走快走快走，他就离开了家。他就在旷野荒郊，在天晚日落，在这个野兽的吼声四起的时候，他既感到孤独凄凉，更加是内心的罪疚感，我为什么会
到今天呢，他就枕着一块石头就睡着了。上帝爱他，向他显现。当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他感觉到他离家出走的原因是什么，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和软弱，上帝向他显现。哇，那个地方就叫伯特利啊。当他做了梦，他醒了以后，他就向上帝许愿啊。他说，虽然我这样软弱亏欠，你还不离弃我，你还与我同在，你还答应我将来如何如何。他人生开始有一个心灵的觉醒啊。大家看创世纪都可以能够清楚的知道。结果他对上帝说，你在路上保护我平安，如果将来回到这里，我要做做坛等等，对不对？那么一个人除非认识有不同，他的选择就不同，认识选择不同，他的行动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很感谢主，对不对？这个雅各的经历也是今天一首赞美诗的一个背景，就什么？敬父我主我父，敬父我主。这首诗很感动人，如果知道这个背景，就是雅各的心情，那么会更感动，会更感动。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求主能够让我们在他面前认识到我们自己，认识到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不对？一定要看到这个。尽管我们软弱，求主能够牵我手。也像另外一首赞美诗也很动人，我非常喜欢。我软弱，我忧伤，但是主还牵我手啊。那么这非常重要，选择啊，我好像讲过，我的大哥有一次跟我们讲，人的选择非常重要，选择学校哦。今天很多家长啊，在我所在的地方啊，我们赢在起跑线啊，现在幼稚园就要捡一个好的，他选择什么啊？将来想一步步的进入名校，将来再留学，但最终呢，只是想啊，在世界上能够有威望啊，能够有成就，疏忽了什么？有的是疏忽了健康，有的是更加疏忽了人际的关系，更加缺少了品格的培养。所以学校选择固然是重要，当然有好的学校，校风可能好一点，好吧，成绩可能好一点。学校选择工作也很重要，你做什么工作？如果在一个香烟厂招工，给你一个月月薪10000，在一个纺车厂招工，给你一个月就5000块，你选择什么？哦，一般人等到10000了，10000比5000要多一倍，怎么选？选择工作很重要，对不对？选择家庭，好了，当你学校读完书工作了啊，工作了以后可能要成立家庭，选择这个对象伴侣很重要，看你什么标准，什么是成功的标准，对不对？不像今天的啊啊，有一度啊，我们几十年前，你有没有自行车啊？你有没有缝纫机啊？啊，后来有没有电视机啊？现在呢？啊，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汽车啊？有在考虑，没有不要谈。而另外的选择就是什么？你是不是白富美啊？漂
白、有钱等等，高富帅，这些是选择的标准嘛？所以我大哥讲，选择学校、选择工作、选择家庭都很重要，但最重要选择信仰。其实这个信仰本身是决定了我们怎么对学校、工作、家庭、伴侣的一个选择的标准。求主能够光照我们啊！我在学科里面，我自己也写下了我的感想，就说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基督徒的心理学家 Abraham Maslow， 他就讲，人肯定有衣食住行性的基本上的层面的需要，像个金字塔那样，但这是最下层的。但人不是单单有了衣食住行性，这个一般的动物都需要，但人上面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感的需要，对不对？安全，有今天更加了，对不对？那里的环境好不好，对不对？走进电梯后有没有人跟你，用信用卡的时候有没有人要如何如何，安全感。但马斯洛讲，安全感上面还有个归属感，人有一个归属感的需要，所以什么同乡会啦、工会啦等等，教会也帮助人能够有个归属。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教会是上帝家大家庭啊，有归属感。但归属感还不够，如果我就是加入了工会、同乡会，甚至加入教会，没有爱跟被爱感也不行。人更加需要爱跟被爱的感觉，然后再达到人的更多的自我的完成。那么好了，大家再看63年工作带来的祝福。哎呀，今天我们常常听见累死了啊，我真不想干这个了，我要改行了。但也有人觉得工作很愉快。那么最初上帝为什么造了亚当夏娃，先让他们安息的想平安的想健康的想力量的想安慰的想教导，然后就叫他们无所事事？不，圣经很清楚，创世纪第二章讲要他们怎么样修理看守。当时不是工业社会，是一个农业的，叫修理看守，要使这个田园更加的怎么样，水土保持啦，这个树木花草更多的茂盛，更多的美丽了。修理看守在今天那个环保，最热门的一个字环保。正因为今天的环保缺失，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甚至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等等。但最初哪怕最没有进入世界，上帝已经叫人修理看守。而最进入了世界以后，固然上帝说对亚当说，你将来要怎么样，很辛苦，很辛苦啊，要怎么样，很劳碌以后才得糊口， hand to mouth 英文讲，哇，很劳碌做工，然后才能够得食。今天有很多人，固然有少数人不劳而获，更多人甚至欺压人、剥削人的剩余价值等等，这马克思讲，对不对？但也有更多的人是怎么样，终日劳苦而没有得到合理的报上，整天劳碌，甚至一周劳碌也没有休息。不要说一周，有的说一个月，有人两天的休息，甚至没有休息。有人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生存，而这个生存也岌岌可危。甚至古代的时候，在奴隶之后，奴隶连的生命的保障都没有的。
但上帝怎么样？工作会带来祝福，大家可能有这感觉，对不对？你工作愉快了，有的甚至出身汗了，哎，身体更舒服，哎，看到某些事情做好。但是，上帝叫人犯罪以后还要劳动，还要工作，减少人犯罪。中国话讲"饱暖思淫欲"，有些人又吃饱又温暖。不做工，思淫欲，想坏念头，但劳动呢，用掉他的时间，用掉他的体力，使他减少犯罪的机会，也是上帝的，既是上帝的公义，也是上帝的慈爱。如果人犯了罪以后，又不劳动，土地又生长得很好，那犯罪更严重。所以，这个罪没有进入世界之前，上帝叫人工作、劳动、修理、看守是一个祝福。犯罪以后，上帝继续给人在一个已经受到咒诅的一个土地上，还要继续劳动工作，有的时候蛮辛苦，减少人犯罪。既是上帝公义，又上帝的慈爱，好吧？那么，这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已经讲到了，甚至那你说这旧约新约也是如此。保罗的帖撒罗尼迦书是着重是讲基督复临、耶稣再来，但他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很强调怎么样，不做工、不得食、不能吃饭。据说这个话曾经一度在苏联的宪法上有。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做工、劳动才能够得到供应。而保罗呢？保罗是一个大学者，啊，但是保罗是三个地方，他还支帐篷，当然有他的朋友亚基拉、百基拉一起。有的时候，为什么呢？在哥林多教会毁谤他、污蔑他，说他是贪财的，那保罗就这帐篷为生啊。保罗既然在帖撒罗尼迦书叫不做工不吃饭，他自己以身作则。尤其这卷书在基督复临之前还有重要意义，是吧？而保罗在以弗所呢也是帐篷，为什么？他供应自己跟同人的需用。所以他举起这双手说：“你看我这双手，从来没有贪得过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总是亲手劳碌，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是这张63面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怀斯姆讲了一句话说：“将来荣耀的应许和人必须为人日用饮食而劳碌的命令来自同一个宝座，啊，上帝是应许我们将来怎么样？我们种的，别人不能欺压我们；我们造的房子不能剥夺我们的居住的权利。这种美好的应许，跟怎么样？今天要继续为日用的饮食，要劳力，处于同一个宝座，同一个宝座。”很有意思，大家有机会可以整个的读一读啊，怀斯我这段话。下面64面，有收入的日子，有收入的日子，这是正常的，对不对？你有付出，付出你的体力，付出你的思想，付出你的才能，那应当有收入。但遗憾的，今天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是怎么样？付出的多，收入的少，有，对吧？有这情况，有的甚至说被人完全剥削，也有这情况。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说
诸般的勤劳都有益处，这是圣经的话讲，诸般的勤劳都有益处。那么我们说学科的作者就讲，对不对？对许多人来说怎么样，一般开始成长，有父母的父母在养育等等，以后读书，读书以后，不论中国怎么样讲，先是立业再成家，或者成家再立业。那么立业之前呢，今天很重要的点就是受教育，你也不可否认，对不对？如果只读过小学的出来，尤其在今天的社会，可能只能做一般的体力的劳动啊，也有一定收入，但肯定不比一个工程师，不比某些人收入的多。好了，读书工作，然后你成家了，对吧？成家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学科的作者说，对许多人来说，到了成家呢，要不要孩子啊？要孩子要付出多少啊？教育费啊，健康维护啊等等啊，这里说让他们小孩要接受教育啊，后来呢又想到还要置业，就是尤其在今天，尤其在世界的大都会，那个房价是惊人的可怕啊，很多人人又要有个屋顶可以居住的，总不见得睡在桥下，睡在马路上。但是房屋的问题啊，我上次还讲过，那是成为尤其年轻人很大的压力。但不管怎么样，是吧？这些呢，至少是读完了书，有工作，有点收入，有点收入。诸般的勤劳都有益处啊，都有益处。那么问题就是说，一个人40岁是年富力强啊，但是怎么样，随着50、60、70，你不能否定的，在心理生理学上讲，人的体力都衰退了啊。一般现在讲，男的到25岁发育就停止了，慢慢慢慢，对不对？中国尽管孔夫子讲30而立啊，40而等等等等，整个讲人随着50、60、70，甚至摩西的时代，摩西离开我们今天3000多年，摩西说一个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以活到80岁。今天我们知道啊，香港平均年龄是世界最高的，已经超过了日本啊，男的到81岁左右，女的还87岁左右，平均年龄啊。而中国平均年龄也已经不像几十年前，现在已经达到76。但是问题有76，只是指说还有口气，还能够活，是不是很健康的活？这是另外问题，对不对？一般叫健康年龄要比这个都要少，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对吧？那么问题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现实，看到这个现实。那么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讲人怎么选择，怎么样工作，选择家庭，要有计划啊，在有收入日子怎么样好好的安排啊，安排，而且要记得身体啊，诸般勤劳都有益处，诸般的各样的勤劳都有益处，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圣经，学科的作者说，这个当然啊，这里说
要提供基督徒家庭的环境，这是一个，对不对？一个这句话呢，定期的有趣的家庭礼拜，定期的参与安息学等等等等，对吧？第二，要叫他们愿意并欣赏工作。有的孩子，据说我日本的朋友说，现在日本有些青年竟向父母要，因为父母的可能退休福利比较好，哎，有的时候就闲懒了。所以有的时候说，富不出三代，第一代勤劳积蓄有了财产，第二代消耗，第三代如果不工作就垮了，对不对？那么他说要叫他们欣赏工作，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啊？对吧？你每一份招工他都跟你记录了，但有些人呢，哎呀，今天这个，明天跳槽，后天转行，没有做多久又不做了，为什么？不欣赏，不喜欢啊，钱不够啊，等等，跳来跳去。当然也有些人一做就几十年，就在一个工作，一精于勤，精益求精，这不同，对不对？那么第三，他说就是说帮助他们获得良好的教育，这个在今天也是一个大的挑战，因为现在除了公立学校免费教育，私立学校学费都很高，但有的时候呢，付出的多，将来也会有更好的这个收入，这是对的。但不管怎么样，啊，感谢主，就说我自己感觉到，我有好多年，因为做义务传道，我也没有收入，我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有一度，因为我的大哥帮助我们家，我非但不受死役，我们还可以有一点点可以帮助其他的人。那么后来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我失去了自由十几年。那么感谢主，对不对？我失去了十五年自由，但是我也多做十五年，按照教会的规定，65岁一般就退休了。我说我暂时还有健康，而且也有需要，我就多做15年，我做到80周岁，联会就要求我退休。你已经80岁了，是吧？等等。那么感谢主。那么对孩子也是这样，对不对？这是主的怜悯跟恩典。我们皇家医生很多，对不对？我的大哥是医生，我的嫂嫂是博士，他的孩子几乎全部都是医生，都是这个。那么到我的孩子，我就跟他讲，我们不必要怎么样完全跟人家去比拼，对吧？重要的就是说，我说第一就是要勤劳，第二要诚实，第三选一个你喜欢的而且对社会有益的、对人有帮助的工作就可以啊，不一定都像你的啊表哥表姐等等都是做医生等等等等，这个很重要。但今天教育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培养什么？培养什么？到底是容身一人的造就自己的，还是有的时候是折磨自己，甚至对社会也不见得有多大帮助？因为以个人为重，以私心为重，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思考更多了，好吧？好，65面讲诚实工作，刚我就讲诚实是非常重要啊。最近我也跟一位姐妹就讲，对不对？她是比较超龄了一点。我说选择对象，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第一，她是不是诚实？诚实包括在工作上诚实啊，为人诚实等等，这是其中一个条件，是吧？
是不是青楼啊等等。今天我想读一段啊，这里说上帝呼召他的儿女在工作和生活上要达到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上帝写在他们心里的律法，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并反映在我们的品格当中。随着社会的腐化和正统的基督教教义遭受到怎么样无视和轻看，对每位基督徒来说，努力在生活工作上做到无可指摘将变得更加的重要。圣经说美名胜过大财啊，恩宠强于金银。那么这里面讲，他说圣经讲有这样的例子，雇主们因为雇员的敬虔而受到了上帝赐福。当雅各计划离开他岳父拉班带着全家人回家的时候，拉班就求他不要离开他，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然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因你的缘故。我们的工作，很多人每一年可能有些人做鉴定，你离开之后他有一张鉴定的书，到底做什么鉴定？我们是不是很成功的？这个成功怎么来呢？是骗来的、拍马来的、吹嘘来的，还是诚实来的呢？对不对？而且我们有没有给我们所在的地方周边的人带来福分？像拉班看作上帝赐福给他是因为雅各的缘故，那么雅各也很勤劳的啊，等等，这个很重要。所以圣经里面讲，你们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刚刚又是无论，刚刚我们一开始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这里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这些圣经重要的啊，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我们应当记得，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在我们的工作财务的管理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荣耀上帝，他赐予我们的知识和力量使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获得成功，获得成功，是吧？雅各的经历、约瑟的经历都是这样。那么，我读到《生命记》旧约，摩西的《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第八章十七节，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在以色列快进入应许之地，摩西对他们诚恳的教导，对不对？不是因为你们人多，相反，以色列民族当时是很小的，比起周围的埃及啊、亚兰啊，都很小的。上帝祝福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人多，势大力强，不是，是因为你们遵行上帝的话。但如果你们到了应许之地牛奶与蜜的地方，很好的地方，你们以为啊的货财力量是靠着自己，那就错了。但有机会读读生命记，我写下的第八章十七节、第七章第七节，这个非常重要，对不对？那么当然今天呢，学科的题目是成功的规划，我们人也要有一些计划，对不对？那么今天有人就说，如果要晚年的生活比较安定，那不很拘谨，不很有压迫，那么现在西方也好，甚至在国内也好，第一有没有退休金，对不对？第二
有没有社保啊？美国就 Social Security， 中国就社保。第三呢，如果要使得晚年安定点呢，还要有适当的储蓄啊，因为退休金可能不很多，社保也不见得啊很厉害，要有点储蓄。三个加在一起，那么退休以后呢，年老力衰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有病的时候，可以比较平稳的度过。但毕竟，第一，我们看到，我们既然还是人，还在这个世界，而且世界是有种种的不理想的，甚至有罪的，我们必得要有一些准备，有些想法，有些计划，而且要成功，对不对？但是毕竟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人如果没有永生的生命，我最近越来越想到人太渺小，太渺小，对不对？有些人一生就是为了一个房子的一个窗户，我因为看到很多高楼大厦，哎呀，不过是你就是为了这一个窗口，你在一生在做房奴。我们有个天家，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啊，我们在世上只是一个寄居的客旅，但既是寄居客旅，但也必得要应付生活所需。好了，我们再看66面，这个学科的作者，我相信是一个在这方面蛮有经验啊的一个人。他提了寻求近前的忠告啊，寻求近前的忠告。这里说诗篇第一篇是非常好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三步三要怎么样？下面要怎么样？终日思想上帝的话，要求他的同在啊，这个很重要。好了，那么学科作者提到七点，哎，大家很值得参考，好吧？第一，要有条有理。什么叫计划？计划就使得我们不要混乱，不要一团糟，要有条有理。上帝创造世界都是有条有理，甚至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也是有计划的啊。耶稣在星期四逾越节受为我们牺牲啊，第二天埋葬，第三天复活，都是有计划的，有计划的。耶稣不乱七八糟的，你看耶稣复活了，他坟墓里面的裹尸布都是好好的卷好放在一起，不乱七八糟。生活如此，思想也如此，对不对？哎呀，有的时候我可能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好像哎想不起了，是吧？如果有条有理就比较好。第二，话的要比赚的少。今天很多人花的钱都是还没有赚到，哎，信用卡应用一定要掌握第二点，花的钱要比赚的少。我如果是赚10000块一个月，你千万不要怎么样用过头，相反的啊，我用8000、9000就好了，对不对？第三，他说从每一次的收入当中节省一部分，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怀斯姆就也很赞成主张，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点积蓄，以防不时之需。现在在有些地方到老年患了病花费很多呢，对不对？那么但是人怎么能保证绝对不生病呢？啊，到老的时候也不会有意外呢。所以每一次的节省当中省下一部分，刚刚讲不用过头，相反的省下一点，以防不时之需，或者是可以帮助其他人。第三第四，像防范
新冠肺炎一样防止负债。我很相信这个作者或者我们总会这一季度是因应这个时代的需要，好吗？啊，现在人家一听到这 COVID-19 都有很多人恐惧啊，有很多人啊有忧郁等等。我们要防止负债，当然你用过头了，你就负债；你有积蓄了，你不会去负债，对不对？第五，做一个勤奋的工人，这个很重要啊。当然，有些民族呢很乐观的，哇，哎，我们在香港就看见很多菲律宾的故宫，他们的收入不多的，但他们哎吃吃喝喝啊，蛮开心的。星期天啊，大家坐在大街上啊，十几人一起吃，一起唱歌啊，也有一些人一起敬拜啊。但是有些人呢，哪怕是这个，总怎么样，有点不愿意勤劳。那不愿意勤劳，那当然也不会有很多的收入，更加不会有积蓄，那么，但是也不要做 workaholic， 像个不会死的一样，一天到晚工作，做了一份又做一份，又做一份，也不必要，对不对？但是人的惰性是更多，所以要做一个勤奋人。第六呢，在经济上忠于上帝。我们这集都讲了十一，讲乐意奉献，讲了甚至周济捐等爱心捐，要在这个方面啊。第七，记住这个地球并非我们真正的家，这点我觉得还是要强调啊。我们只是继续的客旅，对不对？中国话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保罗也讲有吃有穿，我们生没有带来什么，我们离开也带不去，这个是保罗也这样讲，对不对？所以有吃有穿就当知足，就当快乐，就当容身一人，记住这一点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了，67面怀师母的话啊，很好的，凡是只顾及今生短暂的岁月，而不为着无穷的将来做准备的业务和人生计划，都不是妥善完美的。那些积蓄财宝在天上的人，没有一个不发现自己在地上的生活，因而也丰富也尊贵的，真的。个人多少有点体会，那么这里讲事业完美与真正成功的基础在于承认上帝的主权，万物的创造者原来就是主宰，我们只是他的管家，我们一切所有都是他托付的，必须按照他的指示来使用。太好了，对不对？这里说因着家庭糊口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只是为了获得收入，但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在耶稣交托给我们所有追随者的大使命当中尽自己一份的力量。这是作者体会。他下面引用啊，怀仁，他说怀仁引用马可福音16:15的观点写道，并非所有人都蒙召做普通意义上的牧师或者传道人，但人人都可以与他同工，将福音传给同胞。这个吩咐是给每一个人，不论大小、自愈老少的都有，对不对？我们需要严格的遵循上帝的生活计划，要努力的做我们眼前的工作，将前途交托给上帝，注意他的旨意的引导，这是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保证安全的指导的原则。太好了啊，太好了。那么
学科的作者最后提出一个，也是刚刚讲的都是重要的，但这个反常的世界里面有没有反常的势力呢？有，勤劳人反而怎么样？受苦，反而得不到生活的改善。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啊，甚至欺压人的人，好像风风光光，吃得肥肥白白胖胖。甚至诗篇七十三篇，大家有机会读一读，好吧？我今天就不读了。诗篇七十三篇，第一就是一个结论。他说：“上帝真的是恩待以色列清净人。”第二节开始就是他的一个思想的过程。他说：“我看见到好人反而受苦，坏人反而享福。”我想不通，真的想不通，想不通，想不通。他说：“我差一点半跌，我差一点跌倒。”到最后，他说：“我进入上帝的圣所，思想这些人的结局。”哎，我恍然大悟，我觉得我真是愚昧。啊，我正在上帝面前怎么这么浅薄？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说，上帝实在是恩待以色列清净人。这个在现实的世界并不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都能够，哪怕你就是这样做也不见得一定保证绝对怎么样生活平安富裕。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记得世界我们是寄居的客旅，我们有一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天家，这第一。第二，现世的财宝都是无定的，而且这些恶人将来必定会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既在一个层面上帮助我们能够度好今生的生活，但另外一个层面呢，在一个有罪的不可思议的这个世界出现那些反常的现象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凌驾在风浪之上而不被下沉。求主神我们帮助我们，好吧？今天的学科很实际的为成功规划，弟兄姐妹，各位同学，你有规划吗？记得我所读的耶利米书，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这个意念在英文是 plans 计划，而且不是一个计划，多数的。我向你们所怀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是平安的计划。叫你幕后有指望，有的时候今生就看见上帝的计划在我们卑微的人身上一步一步的实现成功，但有的时候说不定要等到最后，在天家的时候，就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成功，什么是世界的失败。好了，我想今天讲了不少。求主赐恩光照我们，我们互相的交流，阿们。